本来是这个透明的颜色，下去煮了一分钟就变这个白色。那我教你哦，你如果用这个筷子给它可以刺穿过去，就代表是熟了。哦，现在还不可以刺穿过去，代表中间没有熟。对呀。没有熟，吃下去会肚子痛哦。所以用手才可以吃。对呀。哇！不！哇！爸，这个熟了。哦，对，你的肉肉有熟了哦。那可以手可以伸进去摸吗？会很烫哦。哦，好温暖哦。哦，好好羞，今天很冷啊。你吃饱了，等一下我带你去玩哦。要吃饱才有力气玩。你有吃饱吗？刘心一正在吃一个肉肉。随着音乐摇摆啊，这个有吗？哦，这个还没，再给它放到下面去。那我要开始吃了，因为我肚子饿了。给它慢慢煮，煮到熟再吃，对不对？哦，真是太好吃了！这边是鼎鼎香涮涮屋。煮太滚，然后那个汤就会煮不打。这个一个都要300块以上。不要煮太快，全部的汤都会上不来。对呀，慢慢煮哈。好了，いただきます。